从今天开始我就住这了。啊？照顾你的饮食起居。那怎么行？不用客气。谁跟你客气了？我叫林敏，不夸张的说，因为尿毒症，我活在计量单位里，所以我讨厌意外。我去，尤其这人还是个傻缺，他听不懂人话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他总是惹我生气，他在哪儿都能睡着。你有完没完？他相信地球上有外星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真信。你说地球是三角形的？哦，傻子。他也信，他没头脑，但是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傻什么？你这时候倒是不傻了。咱俩一个没头脑，一个不高兴，旅途还挺般配的。我怎么听出了点表白的味道？你干嘛？